was a lot of video games there.穿越到 Colorado， 也可能是这两天就最近下雨下的多，下雨下的多，要不然就是模糊。朋友们，你们看这边这个河，草地，还真有牛牛。我玩的第一个空。你下了吗？在这儿来住怎么样？我刚才看有卖地的，32亩，32亩应该就真的自给自足了，就都不用上班了。真的呀、啊，全职种地就行了。你不用，你就种地，你就养牛，然后卖牛肉。现在都很流行这个。我们到海边来散步了，再往前，小心啊！我的是有蘑菇，离远点，远点就行。上面有个蘑菇，灵芝。咖啡车吗？还能吃吗？灵芝，啥可以吃吗？嗯。还能再往前吗？ No, stand up the mushroom and there's no way I can hold anything right now. 那你们摆个造型啊，这什么 spider 造型？啊 ？Help me, mommy. 别发出来那种声音。请你帮我一下，妈妈。你需要什么？请你帮我下水一下好吗，妈妈？这个是 Goat Rock Beach。好像还蛮远的那边，嗯。看那么入神。我们是来看啥的？看啥？在看啥呢？思考人生啊！你猜这俩小朋友在看啥呢？球球。那我们来看这俩小朋友在看啥。那儿有个，当然不行。我们刚才被一个 lifeguard 赶过来了，说那边太危险，让小孩离海浪远一点，这边真的会死人的。然后因为这个海滩太陡了，地势太陡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换个地方。这个小朋友说他走不了了，你要不然晚上在这儿睡觉的时候注意别感冒了，然后我们过两天就滑雪的时候接上你再去踏后好吗？采访一下小男生，你今天找到了多少石头？看不见眼睛，看不见，那是我找到的，我送给你的，喜欢是不是？带着他。因为我天天在这儿录，所以你们都已经习惯了被 camera 录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哇，真的？怎么了？一个超广角，一个超长焦。头是纯黑的，然后剩下全是白的。
哇！然后有人就说那个狗是怎么了？我们现在是到了一个海滩，这个海滩可以遛狗，很少可以遛狗的海滩，不多。然后一边遛着小孩儿，这个狗子非常非常怕水。老婆，你觉得到现在为止这个结婚纪念日过得还算开心吗？开心，特别开心。你嘴怎么了？你脸怎么了？你的脸上，你的鼻孔有一点痛。开始。Daddy, do you know how to make this one?你得对着镜头说。You know how I can make this? How? Put three, four fingers together. Uh-huh. Once the thumb not comes. 然后呢？ Press it in the sand. Ta-da! 然后就怎么样了？大喷嚏。哈哈。刚才一个大浪打过来，然后我的相机就掉水里边了，还好现在相机是防水的，要原来的话估计就废掉。它为什么会掉进去啊？从我口袋里掉出来了。哎，这个杆子真好用啊。你们干啥呢？这在 collect 一些非常 special 的石头。什么东西啊？石头。能看一看吗？这儿呢。是狗狗的大便变的吗？对呀。你看狗狗坐在你旁边。看到了，它只要不放屁不拉稀就行。The rock is falling.你们的鞋别忘了拿啊！你们的鞋千万别忘了拿啊！我先帮你拿着，一会儿到那儿了你再穿。走了。你怎么那么漂亮呢，小姑娘？你咋那么漂亮呢，小姑娘？我可以去洗个手吗？可以啊，你去吧。现在就好看了。把你大长腿露出来了是吗？每一次玩好了以后就得回来干这堆。你鞋里有沙子吗？下面还好吗？我们那个吃饱了可以往回走了。往回走了。还是买了四盒，吃饱全家支撑了，然后还剩了两盒。这个量太足了。
这个叫什么呀？这个家店。这个叫。这是 fish and chips。New Sea。不知道，就一个 fish and chips， 一个小牌子在前面。对。啥也没有，这是一个，真的是个小街吃小店儿。我天，太棒了，下次应该再来。你俩把安全带系好，我们出发了啊。都立了，真漂亮。加州的冬天，一片翠绿翠绿。今年雨水好，所以更是明显。但是湾区那边没太明显。这感觉有点像那个蒙古草原的那个感觉，像不像我们去 Utah 夏天？对，有点像。Colorado 夏天。这么说 ，Utah 是不是也属于农业大州？其实是吧。这个地方。哦，不对， Utah 有应该是不是有很多那种沙漠？